现在让我们有请一直在各个舞台背后默默关注给予支持的两位队长夫人戚薇、蔡少芬姐姐来为我们揭晓奖项，有请两位。我是一枝花真莹，队长张晶的老婆，普通话最好的蔡少芬，温柔斯文。大家好，我是麒麟阵营网传的隐形队长戚薇戚哥，很高兴见到大家。今天呢，我不是以老婆的身份来的，今天我是以老公的身份来的。为什么？因为我要带走真正属于我的老婆。老公，你要对我负责任哦。那必须要对你负责任呢。那好吧，我们现在就做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颁奖好吗？颁完奖你跟我回家好吗？嗯，信哥不好意思了，信哥，嗯，感谢你们成全我们啊。对，现在我们就办2021年度滚烫唱演舞台奖。哎，说到舞台，老公你喜欢哪一个舞台呀？老公喜欢的舞台呢，是所有哥哥都在的一个舞台，是他们最开始的一个舞台。Call Me By Fire。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到了总决赛，这是最后一场了。翻过去看，第一次看到哥哥们的首亮相，那个情绪是很翻腾的。看他们一路过来经历了很多辛苦感动，他们的兄弟情整个被深深的震撼，所以反过去看那首歌的力量可能更大。虽然没有在这11个选择的舞台当中，但是我相信这首歌对于哥哥们，对于所有的我们披荆斩棘哥哥们的观众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和纪念，是吗？老婆啊，对的。你呢？啊，我就喜欢台下那个老公的所有的作品。谢谢。因为这样，我突然间好想表演了哟。来，来一个，来。好。来表演一个。小超。都在他的星球，举起酒杯就得不到他的烦恼。我是重庆杂志长子，希望大家不要玩早。要不要点？哦，相当要得，简直巴适得板，相当完美。要得，要得，要得，非常好。哎，谢谢，谢谢。